师兄弟见面会，前人爆满，台下近距离福利给好给满。黄氏兄弟组织微微第三年举办见面会，虽然疫情趋缓，但现场粉丝还是照规定量体温、戴口罩才可入场。本来是要再办一个现场活动，但因为就是一些活动解禁了，就是解禁的关系，所以我就还是把它开成线下给大家见面。这一次比较挑战的是，因为这一次我们不像以往是主持。以往我们都有主持人啊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停下来跟大家互动的环节，但我们就是把互动摆在最后面，然后我们前面就全心全意的为大家表演。就是去年跟前年有一些是那种互动环节，像玩一些游戏啊什么的，我们今天全部改掉，因为可能游戏就是，即便你是用抽签，也是只有几个人可以上来。嗯，那所以我们今年呢，会希望说是由我们两个表演给大家看，我们也会就是下台跟他们有近距离的表演。如果对手太多太简单，成功也会没有成就感，等待专家模式的难关，带着我的不安，还有我的不平凡，最遥远的答案，还孤单的梦都不算，用我的碗不把故事写完。未来有迷茫，有期待，有想的太复杂，让自信把每一刻记载。